咁啊，好多謝盧漢超先生同埋鄭家寶小姐。咁跟住咧，我哋轉一轉口味咯喎。咦，我諗花木蘭嘅故事咧，大家都好熟悉啦。咁我哋跟住呢一首歌咧，就係《青衣換雲裳》。咁大家都知道啦，呢首歌咧，咁啊花木蘭咧，佢要喬裝咧，翻到屋企就變翻女兒身喎。咁但係有少少咧，佢都要用平喉嚟到去嚇、啊、去表示佢嘅身份誒，俾啊誒佢嘅拍檔睇喎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喺呢一度咧，咁都有一啲好多嘅唱功咧可以表現到。咁啊，當然啦，難唔到我哋啊麗君姐嘅，因為咧麗君姐咧唱功就大家都知佢了得啊，聲音又係如出谷黃莺。咁今日咧，佢就用何佩何大漢先生。同埋詹麗君小姐咧就會演繹我哋呢一首《青衣換雲裳》，咁我哋有請熱烈嘅掌聲，我哋歡迎何大漢先生、詹麗君小姐。
姑娘又来在下刘二度，前约而来，请问姑娘此次是花胡将军的府上呢？正是，将军不前勿事，远道而来前约，足正送儿不忘啊。前女子就颜易玉，花容好俏啊！我大郎啊，莫非系鬼分之人？请问姑娘，花无是否系？聆听的这咩呀，花无是花无，唯有是少年郎。我呢啲红手发如银，当年亦是一。姓，请示费登贵府堂，告辞啊！千万只有我家是花户，但系年景相差时不多。
清景风，烟尘之途何易？
我两相对人命，你父师小弟我独我半安全啊，识啊相又说痴痛万变啊，鸳鸯泪天一啊相你就是花无言底，我都话我是花木兰乐刘谦，生嚟与你同袍接花芜，原是一个女子，就是花木兰我嚟噶。哦，原来你是花，哦木兰贤妹，你瞒得我好苦啊。
秋。Thank you.